안녕하세요,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韩国留学通网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讲的是疯狂韩语六十课的第38节课啊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？기가죽다，기가죽다。기呢是这个气的意思，气啊。那么气怎么样呢？气死了，气都死了是什么意思？表示呢，本来呢是很这个意志昂扬的，可是呢被别人打击了以后，变成意志消沉了，变得很气馁这样的意思啊。所以叫什么呢？기가죽다啊。那么本来呢我的气很高涨，但是呢现在气呢死了啊，所以呢表示什么呢？这个气势被削弱的这样的意思啊。我们看一下，기가죽다什么意思呢？기세가꺾이다啊，꺾이다什么意思？被砍掉的意思，被砍、被削减的这样的意思。所以呢，기세呢是气势，气势呢被减弱这样的意思啊。那我们看一下怎么说，기가죽다，기가죽다啊。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对话讲的是什么内容啊？那么민호说什么呢？